大家好，我是《冰雪奇缘》的艾莎公主。现在是我梳妆打扮的时间，请大家帮我梳妆打扮好吗？这里有一个梳妆礼盒，那它是刚刚买的，还没有拆封呢。拆开来看看里面都有哪些梳妆用品。哇，里面有好多梳妆用品啊。有一把梳子，吹风机，镜子，还有一把梳子，一面小镜子，一把小剪刀，一把梳子，这是一个做头发的。有两个喷雾，这也是一面小镜子。这是吹风机下面的，给吹风机安好了。一把梳子，这个也是吹风机上面的。口红，梳子，发卡，同样的发卡，这是一个化妆品的盖子。两只同样的发卡，现在，梳妆套装里的用品全在这里了。大家开始帮美丽的艾莎公主梳妆打扮吧。先给艾莎梳梳头发。
大侠只扎了一条大辫子哦。用喷雾剂喷一喷，好，头发喷湿了，好地形，来梳一梳呀。艾莎公主涂口红。剪刀给艾莎理一下头发，好了，再梳一梳。吹风机把头发吹干哦。再烫一个头发。让美丽的艾莎公主照一下镜子看看，梳妆的怎么样了呀？艾莎对于这次的梳妆打扮非常的满意，艾莎公主看起来更加的漂亮了呢。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拜拜了，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视频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